佢見到呢只七號仔，七號仔未乜未試過有咩記錄嘅喎，行進之寶冷門嚟嘅。贏過嘅馬德兩隻五隻五號十二號日日靚同埋勝出魅力，入過 Q 嘅就四號轉日最叻第三個就係三號十號協奏曲同埋金碧科。上仗成績好嘅就係一號五號十號。咁呢只係冷門嚟嘅呢只潘明輝。七號仔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，再前次第十，咁樣六次賽績都未入過位置。一路飛來勁，上次潘頓四倍跑第二，而家去咗俾布文騎，隔晚七倍，而家就熱咗。咁啊，上仗就第二，前次第七，榜位就重啲，幾好嘅真係呢只馬。一檔，不過我想布文都是留在後面的這些馬。耀福朵朵就沒什麼紀錄的初跑次程，上次第十一，前次第十，再前次十二，這樣即經常都在十幾名之外，冷門來的這隻。十號金碧科上次三十一倍周俊樂跑第三嘅，即近即有。十號金碧科，上次成績好嘅一號、五號、十號。金碧科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七。本路程咧就最叻第三。三號協奏曲蘇兆輝。上仗跑第八，前仗跑第七，不是太远喎吓。只马呢只马明显比上次赔率热咗嘅三号仔苏兆辉，三号啊最叻跑第三。四号马专一田泰安，好厚啊！上次十一，前次十二，再前次九咁，即系。飛數就比上一仗熱了，上次25倍的。4號仔曾經入過 Q 的，這隻馬入過三次 Q， 不過已經是一段時間之前。5號仔贏過這個路程了，這隻馬上仗成績又好，咁啊，上次第一，前次第八，再前次第二，即系近三次有兩次入 Q 咁，幾即系幾好嘅只馬。六號全程路通，上仗就四廿倍，而家就廿幾倍，佢都係冷門之一嚟嘅。全程路通上次第六，前次第七，唔差噶嗰只馬，唔遠啊，即系輸得，但系初跑此程。八路杨威四方廿一倍，杨威四方上次三十二倍，杨明伦跑第十，而家杨明伦就原班人马再嚟过，就廿几倍。八号仔就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九咁，再前次又十二咁，即系成日都喺后边嘅。但系呢只九号仔潘顿上一次就骑一号嘅，而家即系骑九号。九號仔富船大師咧就上次第七，前次第四，咁啊六次賽績嘅入唔到位置嘅，咁但係換咗人啦，而家換即係上將呢只馬就係唔知假乜鬼嘢，即係外籍騎師嚟嘅，即係啲客串騎師嚟嘅，咁啊而家就俾咗潘頓騎。九十一號日日奇達咧就周俊樂上次十四倍跑第六。咁而家賠率就係差唔多咁樣啊，唔夠冷嘅啫。周俊樂跑得好冷門嗰啲就爭取位置。勝出魅力贏過呢個路程嗰啲人馬，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七，隔晚十四倍，隔晚十三倍，而家都係咁上下。
咪睇曬，一陣睇佢哋點揀馬。好啊，日日靚啊！呢啲就即係鋭開嘅馬嚟嘅，都仲有百零蚊咧，都仲值得再跟進喎。咁啊，行圈咧，其實就一號嗰只飛來勁咧，見阿布文上咗馬咧，只馬啲小動作就比較多啲啊，有啲唔係咁定嘅，希望都對佢個表現就冇影響啦。咁我揀四匹啦，一號嘅飛來勁同九號富全大先係熱門啦。咁另外掹埋只又有靚五號啊，新勝啊，同埋只亞門啊，二號嘅福朵朵。我都係繼續睺緊嗰只全程流通啊，因為佢係冇傷冇病嘅馬，同埋媽媽嗰方面好多都係啊長力根據嘅，咁出到嚟都好市正嘅，睇下一六五零得唔得啦。咁啊，富全大師加埋只飛來勁。咁啊，九號嘅富全大師都上半段啦，始終啊騎練啦，近幾隻啊表現都非常之好啊，熱都要噶啦。五號嘅日日靚啦，都覺得只馬咧好 fit 嘅，五班馬幾可以咁樣中段走啊，上場雖然泥地啊，翻嚟谷草都要睇嘅。另外一號嘅飛來勁啦，配布文都要啊。我英文台將你揀五號嘅日日靚，十二號勝出魅力，三號協奏曲，一號飛來勁。啲主持好似聚焦喺啲一號、五號、九號嗰度。我要一號、九號。布文潘頓。而家呢只全程路通啊！呢只五號仔，或者一六號仔嚟嘅九號啦。而家有閃電呢只就係富全大師，上次第七名。藍色衫有個閃電，藍色雙十字咧就係日日靚。呢只馬上仗贏咗，近績嚟講呢只馬幾好。八號咧就係揚威四方，揚威四方好厚啊！真係連續幾場都好厚。紅色有閃電，恆進之寶十號。上次咪七號，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，前次就唔係輸好遠啦，但係六次賽席都冇位置派彩嘅。六次賽程之中有位置派彩嘅，包括一號、三號、五號，係咁啦，一三五十係咁啦，一三五十呢幾隻馬六次賽績有位置派彩嘅，啲賽績好普通嘅呢場。水咁樣，今晚就三匹坐騎啊！周俊樂頭場嘅騎搭都幾冷啊，其實佢咁樣上嚟跑一路齋圈咧，頭先都有路行咧，都撞下欄嘅，見到佢打大份，睇下可唔可以應付谷草啦。短途嘅谷草又唔得噶，直情都好厚嘅翻到嚟，咁但係路程又唔係好啱佢啦。嗰啲步伐就比較笨頓。明顯比上次熱咗嘅咧就係三號協奏曲，三號咧就係上次第八，前次第七，再前次第三咁樣。咁啊，上次十幾倍啊，咁而家俾咗蘇兆輝騎咧就變咗單位數字，多人關注嘅係一號、三號、五號、九號、一三五九。鏡頭影住呢只新勝馬日日靚。今日場地的狀況咧就好地掛牌啊，斯蘭作賽2.71嘅場地讀數嘅。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透場賽事五班1650米大二係九準備，黃旗舉起。好，嚟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稍為慢啲嘅馬咧係勝出魅力嚟嘅，前面快啊，最出嗰只熱嘅奇達啦，中間有全程路通啊，埋邊啊富全大師，中檔第四位黃衫就飛來勁啊，第五位出邊紅衫恆進之寶啦，內欄黑衫咧仲有揚威四方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衫咧就係協奏曲嚟噶啦，後邊嗰五匹馬啦，日日靚響尾五啊，再後邊嗰四隻福朵朵咯，尾三係勝出魅力啊，尾二貼咗欄喎，紅眼罩係專一暫時殿後，黃衫黃帽咧就金碧科嚟嘅，過曬呢個。
千二米段处向住对面直路头进发啦。翼翼其达就贴栏自己放头噶啦。外边行进之宝咧就走咗上去，再见到第三位埋边系全程路通啦，出边黄衫第四有飞来劲啊，第五位咧走咗出去系富全大师，内栏第六仲有扬威四方啦，粉红衫嘅协奏曲啦，出边一路骑一路打咧就日日靓冚啦，后边嗰四只胜出魅力福朵朵啦，尾二位置专一包咗落尾，外边都走啲啦，系咁逼货嚟噶，去到对面直路尾啦，咁啊有马变奏啦，日日靓外边一路摇住上去噶啦，咁啊第二位埋边翼翼其达，中间咧咁啊仲有呢行进之宝，第四位粉红衫协奏曲啊，后边噶嘛飞来劲啦，咁啊中档位置仲有富全大师啦，响内栏咧仲有全程路通啊，尾四胜出魅力啦，同埋扬威四方，后边三只福朵朵金碧科内栏包尾系专一嚟噶，好叻弯啊，前面日日靓占先半个身位噶啦，咁啊见到外边富全大师开始追佢，出边仲有协奏曲啊，大外档胜出魅力亦都骑紧上嚟，后多浸仲有飞来劲，最后一百米日日靓仲系占先啊，富全大师逐步逼紧啊，出边胜出魅力亦都好大步杀紧上嚟，最后五十米日日靓仲系占先，出边胜出魅力追紧，内栏嗰边系专一，终点嗰步日日靓有冇机会到先呢？外边咧嗰只胜出魅力咁啊，睇个骑师耷低个头咧，就喺度骑，咁啊睇下过唔过到啦。咁啊，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埋边系专一，中间富全大师，睇下头马先啦。日日靓又系变奏，哦，日日靓赢少少，九号仔临尾收手，就输咗俾四号仔。四号仔赢咗。就一號仔同阿九號仔又跑第四、第六咁樣樣咧，佢只九號即係直頭收手咁啫，企起身啊，真係。好多人買中嗰啲場啫，知啦，買呢啲仲好啊，買近值嗰啲好啫。一陣睇下點。突然。即中途戰況突然亂了，一隻馬轟轟聲走上來，今天這隻布紋，今天隻五號仔在這裡，何澤耀這隻馬在這裡都坐了落去馬背那裡，時間先趌起身拿到個平衡，潘頓隻馬在這裡跑第四的，臨尾一早趌起的，這種騎法不多好，你拼到最後嘛，得不得都拼到最後嘛。前面那些未有的，一會兒你看突然間何澤耀在這裡發力，在這裡嘘聲啲馬跟住佢一齊衝，嗱而家你啦，你睇呢度，突然間呢度啊，加速啊，突然間喺呢個位度衝上去，咁啊布文喺度見到咦咩事啊，咁啊又跟埋上去喎，又跟埋上去就變咗喺馬群之中擠迫之中競賽，咁啊潘頓著馬喺外邊上啊，跟住何澤耀上，即係藍色衫呢只啊。但不喜歡他去到最尾的時候站高的，真的不是挺好，他樣子不是挺好看。好了，何澤耀現在在前面衝了，幾隻馬都望空了，是布紋弱一點、被馬擋住，潘頓這隻馬現在挺好的，你看看跟這隻馬很有 Q 的，但人家上來提早站起身，真的不是挺好的。你睇睇到啊！你睇到啊？系咩？你睇到噶，即系冇人喺呢啲位置嗰时候咁样嘅姿势噶嘛？咁啊，五号、十二号，系咪？咁都有翻第四名啊！即系第三名同第四名争好远噶嘛？有派彩同冇派彩噶嘛？